婚姻观、社会关怀协会积极协助新住民朋友融入台湾社会，为着好在地学生买当熟悉新住民的文化特色，协会特别前往拿来向明星国小进行新住民的绘本分享，并安排印尼舞蹈的教学。对着舞蹈老师的动作来练习跳舞，所学生拢感觉非常新鲜，因为印尼的舞蹈风格和台湾无同，不过动作也是非常的特殊，真侪囡仔是愈跳愈感觉好耍趣味。我觉得跳舞会有一些头会动的动作，而且屁股会扭来扭去，我觉得很特别。然后因为而且印尼的舞虽然有些复杂，但是很奇特，它可以一方面做到运动，然后排汗，然后还有一方面让你的身体更自然的扭动，然后让我们可以开心的跳这个舞。婚姻观社会关怀协会积极协助新住民朋友会当来融入台湾社会。这摆协会也来甲咱来向明星国小，除了有着无同风格舞蹈体验，同时透过趣味绘本故事，互囡仔会当轻松来接受各国的文化特色。今年我们画的就是苏门答腊，北苏门答腊的雅琪省，它是雅琪省，在2004年的那个大地震引发的那个海啸，大海啸就是在这个雅琪省，然后失踪人口也是最多300,000的人口，在这个北苏门答腊这边。这个岛头有没有？这个是很像我们西乔瓦的，对，然后这样的动作，这个都是巴厘岛的，是的，哎，所以然后还有现代舞都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简单的都是现代舞。目前的婚姻馆内新住民实际人口数大约有17,000+人，加上第二代新住民也都已经进入在地学校就读。透过着这摆活动的举办，对来当让囡仔有多元文化的学习机会，同时来拓展大家的国际观。那活动内容相当的多元，那包括有印尼舞蹈，还有印尼绘本。这都是协会跟我们这些新住民这几年在我们云林县所展现最棒的一个成果，而且能够将这些文化让我们血统从小就知道一个地球村的概念，让对于学生日后再接触新住民有一个更棒的一个认识。透过不同风格印尼舞蹈体验趣味绘本分享，期待台湾囡仔自细汉就当来接受着各国文化，同时要新住民朋友会当来快速融入台湾。记者江怡彩虹报道。